等下，等下，嗯，奇怪啊，明明就无发生火灾，哎，警报器是在挨倒出来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连想可能是迄机器歹去啦。是讲歹势呢，佫互你走等下一抓。嗯，啊，咱讲安尼啦，人平安无代志上要紧啦。是讲警务有讲呢，伊讲前几工啊，迄消防的有咧检查过，拢真好，无问题啊。 啊，是安那情报区的保安无够够强啊！小云啊，你有去惊着无？啊，楼梯爬架呢，身体安那，你看袂无？阿姨，你放心啦，我无代志。是讲，迄情报室咧响的时阵哦，我阁有去对面弄门，要提起高先生因，啊，不过因敢若拢无伫个呢。啊？黄雪晴嘛无伫个哦。 我俩总共是厝个了，无啊！啊，小云就去弄门，啊，我去市电联，拢无人回应啊。哎呀，这查某是走倒，啊，无去上班啊，无伫厝个。哦，这无好啊，敲电话甲好门者，本来用一定走来无回来。哎呦，阿姨，唔免啦，啊，黄小姐无伫较好，是甲客户有约，啊，是去办代志啊。是啊，大坤，啊，你即马若敲电话干嘛？伊个讲是阮咧甲你斗。 哎啦，废去啦，废去啦！啊，我来开门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伟丁。啊，哎呦，雷军啊，妈，我想讲哦，来你家行行，阿叔叔来看你孙啦。哦，啊，美惠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下。 伊叫做佳佳，是我母亲的媳妇。<笑>你好，你好。阿姨哦，佳佳妈妈啦，叫安慧丁，是我的情亲家。<笑>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对啦，阿姨，这是阮妈要买给小云的补品。啊，多谢你呢。多谢。哎，搞唔起来呢，啊，人来就好，我才搞得爽。对啦。 嘿，阮头一届来呢，咱用咧两手空空来，诶，都毋是咧毋捌咧数讲。哦，啊，迄巴肚真大粒嘛吼，差不多要死吼。个个外月。哦，哇，雷军啊，那我真正有够心疼你诶呢。你甲看，总算达成你诶心愿，要做嘛吼。啊。 我唔知道要等到什么时阵哦，再等有阮家豪甲雅婷哦，啊生一个孙，互我抱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妈啊，我真正足配合你的呢。哦，唔管讲着啥，你拢会当讲到去病去啦。逐工唔是叫我去相亲，就是叫阿嫂赶紧生囡仔。哦，你敢知影？唔是嘛看到你哦，迄压力拢足大呢。面哦，拢细足一条啊。哼，哎。 我和恁一点仔压力吼，我讲的话，恁敢会当作一回事啊？嗯，哎，慧丁啊，让我的苦劝啦，该来的就会来啦。啊，若下昏还袂到吼，你安尼硬硬白干脆嘛无路用。对嘛，阮大家哦，讲了足有道理的，随其自然啦。啊，你强迈的果子哦，嘛袂甜。嗯。哦，哦。 迄是咧想，迄中药那会芳加呢啦，恁是咧炖啥物好料的啦，哈？是无要炖互阮小云恁的安胎药啊啦？哦，时间差不多，我来看卖咧。哦，安尼慢慢来看。哎，雷军啊，你迄药粉吼都爱留落来咧，啊，到时阵头好歌，啊，阮雅婷吼，甲阮佳佳若有新的时阵，我头好炖互因食，吼，吼。 我遐阁有一贴专门咧，互迄准备有新的查某人食的，我才甲药端互你。哦，唔好唔好，妈，唔通唔通，唔免麻烦。好，你都唔知影，顶家阮妈为着要帮阮阿嫂助孕，结果甲我害到足凄惨的哦。哼，今妈我伫咧社交圈有一个足歹听的外号，叫做老实女。啊？无啊，安慰丁啊！ 啊！你是搁部队出来啦？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！啊，迄代志都已经经过啊，莫搁讲啊啦，见笑死，莫讲。
白木家，照你讲，我要听。妈，我跟你讲，我妈哦骗我阿嫂去住院的哦，是电脑熬的啦。我阿嫂好心送给我，啊，结果我去相亲的时阵，我都食一点啊，啊，然后，然后安怎？然后，我都变作另外一个人。啊，真是，这是吧？不管是空吧，三三的，愈肥愈好。阿伟弟，那这就是你唔对啊！嘿，药啊物件，你哪会安尼乌白骗呐？哎，食什么用途，你嘛爱共讲，我清楚唔才对。我唔敢再吃吃，伊才食一撮尔，哎，若食卡济，以后是要安怎做人啊？我看吼，思考我的白木家都爱改名叫花痴家。哎呦，我哪会知影雅婷会摕予阮佳佳食啦？人我有甲雅婷交代哦，迄哦是暗时要睏的时阵哦，食一汤匙仔就好。啊，伊也无甲佳佳讲啊，啊，毋知会惹出这个代志啊。我真正是叫你第一名，三工两工就悟一出来，假搞你。小云，你们好。我带着你。小云啊，唔通搞笑。哎，有啊，你妈妈是顶足久的，足辛苦了。趁小食，紧。小爸。是迄中药内底迄藏迄酒啊，啊偏甲烧酒醉啊哈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来来来，来起来，佳佳，来来来，哎哎，阿水弟，水弟，小水弟，水弟，哎呦，妈，看到了，哎呀，妈，美惠啊。是的，妈，没人关电话啊！啊，哪呢？我哪看袂着恁啊？啊，看袂着，啊，要哪？啊，你看袂着阮？啊，刚刚你，刘伟。